怎么怎么想，你们也可以也可以互相集资啊，互相集资。你怎么不吃？哇，我跟阿基看到同一个东西，啊、他让你吃，他让你吃。我觉得你比较你有什么？那什么？经验？可是我不会做菜。我有菜，我有，我有。那个地图有，要不要？不要，不要。小地图有，小地图你看。跑一下。不要，不要，我这边有酱油，你要不要酱油？不用，我有三罐。我有面粉，我有面粉。你很需要。你们有人缺经验吗？你们有人缺经验吗？莎莎，现在有经验，大家都看到了。那个杀猫的是谁？看得清清楚楚。哦，我，等一下，我杀的怎么样？就是我杀的，我有希望。怎么样？来啊！二零，你是解放了吗？哎，我一个转眼，二零消失了。他是鬼呀、啊！对啊，你是怎么有杀猪叫啊？我现在缺生菜，因为他只要把墨镜丢出去，他就可以传送。我也生菜，我也生菜，生菜啊！我也生菜，我也生菜。二零零二，二零在哪里啊？没看二零。瞎子不要跑，瞎子哈基友，那留什么？不是怕被清？对，很怕。大家有技能吗？你有清的就可以赶快用。这是二零吗？这是泱泱。稽查员的技能好像比较熟。这里这里，我缺瞎子了。哎、欸，演给你，演给你。我啊，你缺瞎子。对。二零，不要走。有啊有，阿基阿基啊有。他，给你。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你们在哪里？厨师们是不是要做出一个传说中的梦幻之家呢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赶快做啊你们！有，我在做了。我帮你。带鬼过来啊！快做啊！四方炸弹。四方炸弹。看得到身体了，什么东西？笑死！事实证明，一定要两个稽查员以上。对，一个不行，一个太那个了。因为大家可以集资。那真的太难了。你做菜做超久哎、欸，你没有？我在谁在做菜？我在做，我在做。那上次GMO的当枪，你快要到了，可是因为被陷阱弄掉了，没办法。嗯，那陷阱很久，那个陷阱很久。太好笑了，我觉得都在点是那个吧，那个随意随便吗？随便。刚刚因为他刚刚其实也是二，嗯哼，请 TP 我过去。哪里啊？另外这边。一边。跑错，救我！跑错了。怎么了？感谢。有了。随便。随便，都随便。随便。精彩了。每场必定保底一位，必定保底一位，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啊。嗯，是有点看不太懂。哎呦，哇，必定保底一位。你们来过这个小房间了吗？应该是说我想当厨师跟什么小房间？泱，这里，不要动，后面，左边，右边，你进去那小房间吗？我不行吧？啊！哇，爆炸！他竟然跑回这边。秘密，哎，欸，怎么了？不是白痴哦，我找到彩蛋，吓人呐！啊，你怎么没进去？哎，你换衣服哦？你很坏的啊！他换很久，他换一阵子。哦，收手，我就不想进去啊。不是我，少，我这个礼拜第一次玩麦块，对吧？这两个三个礼拜第一次玩麦块。哎，巧克力。是，来我这边，来哪里？过去看，你们过来我这边，你把大家踢过去就好了。你们过去，是不是都一样啊？啊？干嘛？你去开那个箱子。我觉得他那个家伙就已经示范了，我白痴啊，他都已经示范了。前面的都会差死我，再过去干嘛了？你怎么过去的、啊？搞不好天选、啊、没有人、啊，没有跑酷掉下来的，跑酷掉下来的。哦，屏障，我们再来啦。好 ，Creeper， 噔，为什么？耶、yeah ，不行啊！他怎么又是露米呀？我接手了，我不对，我还在这边。你还在哪边？没有没有，其实15秒后。哦，卢米，你这么讨厌炸虾是不是？我会迷路，这里交给我。炸虾哎，
我刚刚都没有玩到。哈基不能吃海鲜呐、啊。没有，我这次有伙伴，我这次有伙伴了。啊，我只有拳头哦，没有武器哦。对，拳头就有姐姐。你们拳头很大了。哎呀，躲开啦！啊，那个绿宝石不升啊，要升多久才升？啊，只有随机就很麻烦。嗨嗨嗨嗨！哎我有看到两个鬼在抓你、哦，嗨！六鬼六鬼，你们在六人哦，嗨！六六六，六起来！哎，这是一个加西达嘛？新的一批食材，哇，没有在这，没有在这，哎，有附魔金苹果哎，繁星，可是还是要进来看一下。金苹果赞呢？是什么？刚刚应该没有说哦，鸡蛋鸡蛋，嗯。我什么都没有、欸。应该没有送很多血哦。发现新食材。没有啊。发现新食材。没有啊。是我忘了打到你吗？哎，有些食材。这里有食材，这里有食材。食材都骗了。有猫咪。发现食材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里还被拿走了。对啊。有猫咪。小心哦。喵。有人跟在后面。喵。发现厨师，然后你把它带来给我了，是呗？对，他去找你了。你要猫咪吗？来，你垃圾。来，走开来。来，给你吃。我们真的要小心，发现拿到手了吗？蛋。哦、我有食材包，我食材包，蛋蛋蛋，对对对对，他抢可以抢可以，最很惨，我蛋我蛋，我你的哦，咦，有人取得虾子虾子的吗？没有没有，就陷阱很久哦，哦这个陷阱，然后你现在是不是决定？我有盐，你没有盐吗？没有盐，我给你有没有？有人来有人来有人来，我这边有三个，我这边有三个，我来找一下你在哪里。牛排是拿来吃的吗？是。对，我需要吃一点回血。200你在哪？200，耶，我在。20分散风险。你有虾吗？你有虾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再汇合。你们有没有分散风险？有没有食物？有没有食物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人已经要来了。很担心的一批哦，我来发现食材一下。等一下，有人来了。我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有发现食材，有发现食材。我要死了，你们！我被清了，我被清了。哇哦！走开！走开！强制清除，看你们谁现在比较多东西，可以讲一下。我没有东西，我只有盐跟面粉而已。我被压了。我有盐、面粉、酱油、虾。哇，你很重要，二零躲起来。200是关键。200你要小心。我怕酱油跟糖还是盐？盐吧，你在哪？虾子还没有是不是？我虾子了。杰克你在哪？好，杰克那边有。反正我们现在就是找到200，把材料都给他。好好，牛排，牛排。牛排没有用，那只是吃了。我可以回血，我可以回血。啊？食材包完全没看200呢。有东西，对200你在哪里啊？巧克力分散风险给你。对啊。被挤压了。200你一定要活着。我被困在后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讲出来了。后面。阿林，你在哪？你是哪里的后？出得来吗？你出得来吗？200，你在这里呀、啊，200。完蛋了！200快跑！200快跑！完蛋！跑起来，跑起来！阿林，走走走，跳！关系！不要！卢米不要！卢米！哎，你怎么没缓速啊？哦，有啊，有缓速啊！有！快跑，快跑！200。20在哪？你看错人了。20你走，20你走，我帮你垫后。杨，我们打他。杨不能往后打了，不能往后打。天哪！杨，20你快走！哇！怎么了？他怎么飞起来啊？还给我缓速啊？我飞走了。缓速被打。20。给他！这里这没有叫了，没有叫了，没有叫撤，洋洋撤！放生他，放生他！有啦！有下来了，有下来了！Plan B，Plan B，Plan B，20，20活下来了！当看到两个贼的那一刻，我拿到一堆特制酱油啊！你有什么？哇！你缺什么？不用拿酱油啦，我给你鸡蛋。我没有酱油，我有盐。我金苹果不用。我有盐和酱油。酱油，酱油，我一堆啊！我擦酱油，擦酱油。现在杰克擦酱油，杰克是不是？好，对。附魔金苹果，杰克，你有没有吃的？有，来。我附魔金苹果，杰克你在哪？我在
我跟不好说，不好说，对，来接上，来接上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哦，我父母精灵弓，我扛。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了。不行，你我帮你想办法。走，你后面小心。小面后面，扛我扛。啊！你一直在上面，我要怎么给你啊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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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哥，我死了，大哥！停下，揍他！啊！这是霸凌鬼吗？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！不要发现厨师啦！发现什么啦？不要！杰克，你身上不是很重要吗？杰克在干嘛？我刚刚已经跑过去，我想推海里。帮助杰克，帮助杰克！快帮忙！是，杰哥，杰哥先回来一下，杰哥回来一下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有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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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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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堆这样，一堆这样，加，哎，杰哥，杰哥，杰哥快，杰哥，这里，这里，加油给你，我在白了，我在白了，快点，杰哥，打掉，我没有了，是我太大，快点点。好刺激啊！还有 BGM 啊？有啊，有 BGM 啊！对，我刚刚还有加速用，怎么忘了用？忘了用叠加物，叠加物，这实在有点刺激啊！我变成团队打击茶园游戏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这是打击茶园游戏，就是被霸凌游戏，劳碌命的三场。咪咪最讨厌吃虾的概念。没有，他还有另一张地图，我们换一张地图说不定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花村，花村的失败方，请准备。防守，请选择好你的角色。另外一边，那一定要选个原氏啊！炸虾永不熄灭。炸虾永不熄灭，来。哦，哇！我跟团团，哦，居然，哇，这好像有点饿啊，真的，肚子饿了，好想吃虾。那我们只要在15秒内跑酷上面，我们就可以用。房间反而难找，哇，这边很难找食材的感觉。想吃新的房间哪里啊？你知道。对，那个房间啊，原来是你啊，没看到你，真是我最难的，我最难的。鲁米，二零零，我想吃虾。二零零是厨师，我饿了。二零零，追他，追他。等一下，到底绿宝石在哪里啊？你们看到食材吗？我一颗都没，还没出来，还没出来。我找到牛排了，是砖吗？有看到，有一些在边缘的角落。哇，还有这个好酷哦，大城堡。对，哎，其实你们真的该走出来多看看，它很漂亮，真的漂亮啊！这是陷阱哦，秒到我的 ，beautiful， 没有没有没有，太快了，不要走啦！你好你好 ，you're so beautiful， 繁星小心，繁星不用小心啊，我们去千鸟居玩，走，留着千鸟居，完全没有发现哎，真的没有哎，真的没有，打一下又打一下。哇，被打到那个环速超久了，户外或室内都没看到。嗯，没有，我是看到两个，可是没有食材。他在蛮角落的，我刚刚看到。音乐，怎么了？哎，我觉得好像我们包一个比较快，对不对？哎，露米，音乐啊，没想到啊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音乐，音乐，我走了，音乐，我帮你做包包，给我挥霍我的麦克星了。你是走的好死路了。我在找哈。你刚刚脸上是那个心里充满绝望。你怎么先死了？他稽查我啊！你的对我稽查他。被稽查了。被稽查了。我身上没有食材，也不能稽查我。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啊。我
那个虎鞭、啊，我有大枪，你们要吗？我可以分享。羊羊要。分享，分享大枪，露米。羊羊来一下嘛。大枪，哎、欸，你还用陷阱？哎、欸，作者有在吗？如果身上都没食材，可不可以给个抗性啊？对啊，我还没开始啊，还没有。